不会打领带而烦恼吗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湾名模教大家怎样快速打好领带。首先将领带的两端交叉，记得将窄的一端放在下面哦，然后将宽的一端从上方穿过，和窄端对齐，这里要紧一点哦。接着将宽的一端从打结的地方顺时针环绕一周，从上方穿过，最后穿过刚刚所绕的圈，拉紧，整理好就 OK 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学会了吗？